姐妹们，今天给大家更新个就是贴双眼皮的正确方法啊。这双眼皮得从纸上取下来，咱们不要直接贴，直接贴它贴不上啊，因为它的胶在这个双眼皮贴上已经喷水了，它才能释放啊。来，然后我是双眼皮，我给它压在这个折痕处去贴啊。然后现在水没干呢，水没干的时候，姐妹们，我们可以去任意调整它的位置。哎，感觉有点小了，咱就往上去挪一挪。感觉大了，就咱就给它往下去挪一挪啊。然后水干了，咱睁开眼睛，正好趁它没干的时候来，我给你们再喷一下子啊，我再给你们试试这双眼皮贴。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它到底有多隐形。我现在是手上是眼线笔啊，我把它贴在手上，姐妹们看一下子，它挡没挡住眼影的眼，挡没挡住这个眼线的颜色，看到了吗？真的做到很隐形，可有可无的，姐妹们啊。所以说你想要一款隐形的双眼皮贴，你可以就来这个啊。然后哎，水干了，我们辅助这个小撑着睁开眼睛，姐妹们，双眼皮是不是比这个眼睛要大了一圈？看到了吗？是不是比这眼睛大了一圈？来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去选形状啊。肿眼泡单眼皮拍大月牙，内双双眼皮有点小拍小，不会选的拍橄榄型。然后我的眼皮是有点搭的，我用的是大月牙，姐妹们啊。然后现在下单喷壶捏着呀撑着呀，我刚才用的工具都给你们带上，想要一个大大双眼皮的一定要去拍这款双眼皮贴。